大家好，我是峰峰，很感谢大家对我家这个小众的装修风格的喜爱和认可。很多小伙伴会问我，你家的家具品质到底怎么样呢？今天苏苏主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家新入手的这款美式真皮的2.38米的大三人位沙发。2.38米的真皮沙发，我是横着放在我家客厅的，因为我家的沙发背景墙是一面书架，所以我选择了围绕式的沙发摆放。如果没有书架的，大家也可以选择传统式的摆放。这款沙发处处都是小细节，铆钉工艺与拉扣工艺做得特别好，油蜡皮的皮料也特别厚实，微微的泛着温润的光泽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这种经典的美式沙发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，它可以提升空间的质感，映射出主人的品味。厚重有质感的美式真皮沙发在复古装修中是一大亮点，这款沙发每一个来我家的人都会夸它，我个人也特别喜欢。无论从款式还是品质上来说，它都是值得购入的。